普通人打篮球。如何离开是结局，缘分为何会让你我相遇，我有多少的情绪，修有多少的累积。网络上的人打篮球。哎，兄弟们，我听网上好多人说都要挑战我狗宝打篮球。哎，兄弟们，不是我说，你们配吗？兄弟们，我现在挑战全网，有一个算一个的。不过你们想跟我打篮球，还有几个要求：长得高的不行，长得帅的不行，长得丑的也不行，还有这种的戴着眼镜的也不行。我去你，你先把胡子刮了行不行？不要叫我鲶鱼。在公屏上不准打什么鲶鱼，我的技术是跟詹姆斯和乔丹并列的，知道吗？现在给你们投一个啊！啊！哎，兄弟们，这次不算，再来一个啊！啊！上！哎，兄弟们，看见了吧？差点进了。这就是我狗宝的技术。那个叫什么胡永豪的啊？现在让你看。现在让您看一下我的篮球技术。哎，那个叫什么吴永豪的，直播首秀，在篮球场挑战你，你敢应战吗？农村国宝 VS 吴永豪。小废物，以后别再误篮球了。等我砸地上，等我回我们快餐村吃快餐砸地上。